好了吗？喂，我们开进不，开口又讲他进不到。OK，来，我们继续。哎，还有一个还没有，还有一个人还没有进来哈。OK，来这个 prosa traditional 明白吗？还记得吗？这 prosa traditional 是我们丰万的，有印象没有？这 asal padi 有吗？有吗？有人还印象吗？就是说这个故事是讲述有一个叫做孤儿的。有一个孤儿，然后他有一天他在那个啊，湖边啊，看到有个仙女在那冲凉啊，对不对？然后当他仙女要回去这天堂的时候，他就叫这仙女爸带他上去，带他上去天堂。然后上去天堂呢，还看到一片金黄色的一片地的，他以为是黄金哦，可是他去看清楚一点，原来是什么？原来是稻米来的。然后呢，他就问这个神仙，就讲，可不可以把这个稻米带回去人间种啊？可是这个恩普尼巴利呢拒绝他，他不给他带，他讲我不可以给你带回去，我只可以给你，但是我可以给你尝品尝这个米啦。所以他就吃，哇，他觉得这个米非常的好吃，所以从那天开始呢，他就不忘的要把这个米啊带回去人间。所以有一天呢，他就想到一个办法，就是他要偷那个米回去，稻米回去人间种啦。所以他就抓了一根杠，这个米啊，他放哪里先呢？好像放在嘴巴先，他就要回去天堂了。哪里知道他被这个稻米的主人发现到了，他就把他痛打一顿。痛打一顿了之后呢，刚好他的脚跟那边呢受伤了，有一个破了一个洞，对不对？啊，破了一个洞，然后他就什么他要被打吗？然后他就请求这个神仙啊，这个姑娘，他们还在天堂吧？不要赶走他，他可以，他愿意做牛做马，就做他的 humble 来补偿他所做的这错误啦。可是呢，他还是有这个念头，这个想法，要想办法偷掉那个稻米啦。所以最后呢，他想到什么方法呢？就是这样，看到吗？答案在这里啊。他想到的方法就是，sembunyikan butir butir padi itu di dalam lubang lubang luka pada tumitnya。tumit 就是他的脚跟，所以他把他的那个，因为他刚好脚跟那边破洞嘛，OK，所以他就把这个米呢藏在他的脚跟那边。我觉得很恶心呐，还藏在那个脚跟那边，然后他藏好后呢，他就向那个punya padi meminta izin。dengan baik-baik untuk pulang ke kampungnya，他就想要跟他讲，哦，我想要回去人间了啦，因为我的亲朋啊，我的亲戚啊，我的家人呢，正在等着我，我要回去了。然后，maka berkatalah dia, maka lah berkata induk semangnya orang kayangan yang masih juga mencurigakan, mencurigakan还是怀疑他的。Baiklah, jikalau kamu ingin pulang ke kampung kamu。Akan tetapi sebelum itu saya akan memeriksa dan menggeledah kamu lebih dahulu。所以，因为他偷过一次东西了嘛，所以他还是不相信他。他讲你要回去之前可以，我要怎样？我要 check 你的身体先，我要 check 你有没有偷这米啦。Barangkali ada padi yang disembunyikan untuk kamu bawa sebagai oleh-oleh ke bumi。OK，所以阿那亚蒂都不能讲话，讲他跟他你说他很平静，因为他有一次 experience 啊，所以第二次他就很淡定的讲。你要检查，检查了，silakan. Periksalah dengan teliti. Kalau kalau ada apa-apa yang saya bawa, so 你检查了，详细的检查。如果你发现到我带任何的东西，sekarang 他又补充了，还讲了一句，sekarang saya sudah betul-betul jerah mengambil apa-apa. Jerah 这边是 takut，哎，jerah 是害怕的意思啊，害怕。这我已经写在下面已经写好了，害怕。
哎，就啦。哎呀，我现在已经很害怕了，要拿任何的东西啦。Saya sungguh-sungguh sudah bertaubat dan tidak mahu lagi melakukannya. So, 我已经开，我已经悔过了，然后我已经不会再做那个偷东西的事情了，这个坏事了。No, kemudian induk semua berkata, jikalau benar demikian katamu, maka jelaslah bagi kami dan percayalah kami bahawa kamu betul-betul tidak akan mencuri padi kami lagi. 所以到后来，这个耳朵的朋友相信他吗？相信他。哎呀，讲到这样子了嘛，你要 check check 啦，我给你 check。然后我还在补充，他讲他不会再做了吗？所以这个神仙就相信他咯。他讲 OK 了，他就放他回去。放他回去的时候，他去到人家做什么呢？他讲 sampai juga anak yatim itu dengan selamat kampungnya, maka dia pun segera membuang ladang. 他直接把它撒在他的稻米上，他的稻田上，然后长出稻了。然后是讲呢，他种的稻呢，在人间种的稻是非常的肥沃。然后反而呢，在天堂的稻米这样了，开始的死掉了啦，开始死了。然后这个恩朋友巴利他就开始怀疑，哈，是不是有人间有人种这个稻米呢，害到我天堂的稻米全部死了？然后呢，他就派一只鸟下去，对不对？他派一只鸟下去 check 人间是不是有人在种稻，他就飞飞飞飞，那鸟下去。可是那个鸟回来之后，上天堂的时候，他就下讲，他跟那个稻米的主人说，诶，我没有发现到任何人在种稻啊，可是。这个恩伯尼白利哦，在这个鸟的嘴巴边呢，发现了白白的东西。哎，他怀疑好像是那个稻米来的嘞，原来那个鸟偷吃那个稻米嘞，在人间。可是他讲没有哦，没有这个这回事啊，没有人偷啊。然后这个恩伯尼白利呢，这个稻米的主人，他没有马上啊揭穿这个小鸟啦，反而他就怀疑说。啊，哎，那个鸟就讲，哎，不然你不相信的话，不然你就派多一只鸟下去看呐、啊，啊，看我讲的话是假还是真的 ？OK， 那个安普亚巴利就叫另外一只鸟下来，他就讲，他就跟这个两只鸟说道，他讲，这个你下去人间，你去看到底有没有人在偷那个稻米，如果没有的话呢，那个第一只鸟呢，他去把你杀掉；如果你发现到有人在人间呢？有人种稻米的话呢，你就把第一只鸟杀掉。所以呢，这两只鸟就开始飞去人间了。然后第二只鸟呢，就把第一只鸟杀掉了。那为什么呢？因为第二只鸟也是担心，如果他讲骗话的话，他讲没有人种的话，他自己是要死吗？所以他怎样都要死，对不对？所以以前他自己死，他把那第一只鸟杀掉。所以这恩普尼巴利呢，这稻米的主人他非常厉害，他借刀杀人，他不需要自己动手，就用另外一只鸟来杀掉他了。惩罚他，哎，这个故事就是这样子啦，明白吗？啊，这是风万的啊 persuasion 来的，所以我们看一下第十四题了。他讲 ，bagaimanakah anak yatim piatu itu membawa butir-butir padi bersamanya？ 他怎么样带那个稻米呢？他从天堂怎么偷呢？什么答案？第十四题，刚刚我才有讲到的，他怎么偷？来，谁可以给我答案？Bagaimana dia mencuri? Hai, siapa bagi-bagi tahu jawapan? Intinya? Intinya?答案是动机。他们呢，那把地两地主力的拉丁拉，他写错了，拉丁当爸不跟他换，我让改一改。没有，他是讲他问题要问哦，他讲这个阿那亚丁表都怎样把这个稻米带去人间？哎，这边不是有了第一段啊？他讲马格里阿缪把地两地折磨一度死的，他拿一把那个稻米。Lalu disembunyi butir-butir padi itu di dalam lubang-lubang luka pada tumitnya. So, itu dia letakkan padi di dalam tumit. Lubang luka pada tumitnya. Tapi C. Ini adalah yang benar. Oke. Lalu, apakah maksud perkataan jerah? Jerah, saya cakap, haipa. Betul? Jadi, itu adalah haipa.Berani 不对哦，berani 是勇敢嘛。
Jujur 是诚实的。OK，Serik yes，Serik means 也是叫 takut 啦，叫害怕，同样的意思 ，Serik 也叫 takut。Ikhlas 呢 ？Ikhlas 是很诚心啊。没诚心，就就是诚实咯。给 Siri 是害怕。All right， 然后到第几题？第十六题啊，我们看一下十六题。Apakah nilai murni yang terdapat dalam berikan prosa di atas？ 来，有什么nilai murni？ 对吧？学会这个 ，class berani jujur 还是 ketabahan？ ketabahan 是不是很坚持、很坚强？哎，不是坚强，很坚决啊，是不容易放弃啦，不容易放弃吗？有东西讲他不容易放弃吗？如果他故事是讲他第一次偷东西不成功，他再偷多一次的话，就讲不容易放弃啊。可是这边是讲直接从他偷东西开始哦。所以没有讲到任何的 ketabahan 哦，有没有 keberanian？ 我觉得有啦，你那 keberanian 有哦 ，jujur 没？有你那 jujur， 他诚实吗？他讲骗话，你知道没有？他偷东西耶，他不 jujur， 所以答案正确的应该是 keberanian 啊，不要，哎，错了，应该是 berani， 很勇敢啊，他偷东西啊 ，keberanian。啊，比较正确了啊，在这里。老师七 ，mereka merupakan perwatakan anak yatim selepas induk semang mencurigai dirinya kecuali， 所以他问的是，当这个induk semang 啊，就是那个稻米的主人，他在怀疑他偷东西的时候呢，他有什么角色在这里？他的 perwatakan 除了啊。他有没有 berusaha untuk menyembunyikan perkara yang sebenar？ 有，他有没有想尽办法要隐瞒那个事实？有没有？他一直讲哦，你要检查检查的呢，他又在补充说哦，他讲个骗话，讲他不会再偷东西了啦。有咯，这个有咯。有没有他滴答不不都是阿桑？有没有放弃？没有放弃，对不对？他自己还是讲骗话，是说服那个人相信他吗 ？Berfikiran terbuka， 他是讲开放还是讲很多？所以答案是他有没有 takut？他有伤害打过没有？没有吗？如果他打过的话，他不可能偷东西啊吗？你说他很勇敢的，很不然你是气，很有信心啊，让人家感觉到他没有讲骗话。你说啊，两个打过单啊，除了啊，看好了呀，个抓力啊。OK， 来 ，last one， 我们今天的这个格萨拉和伊卷，我们做完这一题吧。放时间不多，来做完这一题，一分钟的时间，很容易吧？这一个，哇，这个 PPT 太容易了，这一年呢，对我来讲啊。有什么 A 加 N 啊？看着 A 加 N 错了 ，spelling 错了。All right， 可以吗？有看到没有？你看第一句啊 ，Restoran santapan bonda dibuka dari jam 7 pagi hingga 6 petang setiap hari kecuali hari Jumaat。有任何的 ejaan 错吗 ？Restoran 对咯 ，S-E-S-T-O-R-A-N santapan OK 没有错。然后 Aneka 啊，心仪，你看啊，他问的是什么的嘛 ？Dari 也对啊 ，Dari 时间地方。没有错啊，可是你看他是问他要你的是格萨兰 A 加 N spelling 的问题罢了，你不要找其他的东西。OK， 有人跟我讲 Guemue， yes， Guemue 是其中一个，有没有发现到？ Guemue 是怎样？应该要
有 dash 啊，对不对？ Que Mui 才对。然后还有一个 tengah hari bagus， tengah hari， tengah hari 应该是要分开两个字来的。tengah hari， 还有人告诉我 prasekola， yes， 不错。prasekola 应该是在一起的一个字来的。prasekola， sorry。登巴汉有什么错呢？你讲登巴汉错。Kami juga menari tempahan. Tempahan means booking 啊，预约。Tempahan, T-E-M-P-A-H-N, 对啊，没错啊。Untuk majlis jamuan dan kenduri kendara. 如果你有想要做什么一些酒席啊，一些像 gathering 啊，你可以向他们预约。这个没有错。没错的是这三个啊。所以这种 A 加 N 问题很容易的，我跟你讲，你只需要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的去看，你不要马上读读读快快呀，你也要不要像刚才心仪讲这个错啊，没有错啊，这个也没有 A 加 N 错，他也没有啥个啥烂打到马色啊，哪里是时间或者是地方啊，对啊，啊，所以就要弄清楚。OK， lagi satu lah kita buat sekali lah。sama-sama kita buat. 他讲 angkasau 啊，这个就是 kesalahan bahasa 啊，心仪，这个就是 kesalahan bahasa. Garisan kesalahan dan tulis jawapan yang betul 啊。Angkasawan negara menceritakan tentang pengalaman beliau ketika berada di angkasa lepas dengan semangatnya. 这个题目我们在前面做过了的啦。就是这个咯，对啊，有人跟我讲啊， menceritakan tentang， 所以应该是什么？ menceritakan 啊。我选择是门桥一的干，翻不到一，翻不到英文，门桥一的干就可以了。刚刚讲了有干不需要等等好了。然后第二题，ke bawah duri tuanku sedang menyematkan bintang, 应该是bintang的意思啊，那个bintang kebesaran di dada。Datuk Siti sempena hari kelahiran Baginda， 这种题目很容易的，很容易知道他什么错误。就是你看他有王啊，有关于到苏丹啊 Raja 的话，通常他都会问你 Istila Istana 的宫廷的字的，适合用在宫廷里面的字。所以有什么东西是错的在这里？就是在他生日的时候啊，他就会册封这些有功人士，对不对？他们也麦干饼当 ，OK， 这对咯。也发现到错的是什么？哈利格拉黑兰呐，他不叫哈利格拉黑兰哦，王不是像我们 birthday 哦，他用的词是什么？哈利什么？这个在社交上我们是读过哈利格布德拉安才对。Hari keputeraan Baginda， 你还是不得了吗？以前这个 Hari keputeraan， 哎，可以吗？小兰，所以我们就先到这里先啦哈，我的马来文，剩余的我还有一些后面的一些练习可以做了，我们就在下一次才做吧 ，Right， so。还有任何问题吗？没有问题的话，你们就可以下课了。然后你们休息一下，等一下上英文。OK， see you。